原标题：这款来自浪漫国度的军服，却非常不实用，遇水还会直接融化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很多国家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但是在德国法西斯阵营当中，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似乎是为了增添二战的喜感的，这个国家就是意大利。今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意大利军的事情。其实对于意大利军的军事装备来说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。意大利军队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当时非常先进的，但是让人非常意外的是，意大利军队的战力非常的一般，如此差劲的战斗力好像根本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。意大利军队的军服就裁剪设计的非常的独特，而且非常的时尚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名牌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世界上最高端的饮料是一种从牛奶里面提取出来的纤维，用这种纤维制造出来的衣服非常的舒服，而且看起来也非常的有范儿。当英国人民侵略了埃塞俄比亚之后，当地居民掀起了一股反抗意大利的运动，结果就称战争埃塞俄比亚军制造意大利牛皮棉花。意大利由于没有棉花可以制作衣服，所以只能另寻他法。后来意大利设计师从牛奶蛋白里面取出来了一种非常好的纤维素，用这种纤维素制造出来的军服看起来非常的威风。当时意大利军队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就是穿着这样的军服，当意大利军队穿着这样的军服渡过河流的时候，轻轻经水一泡，这样的衣服竟然全部溶解到水里面，让刚才还是很威风的意大利人瞬间变成了叫花轮。